到时候被叶发现付那么多钱过来只吃东西。Hello， 早上好。Hello。锅巴肉骨茶和卤豆干，还有凤爪腐竹。谢谢。我黑凤爪。来打卡 ，Mr. Coconut。看谁点的啥呀？点的是椰子冰沙加一个冰淇淋球。我们来逛街啦！打卡有名的咖啡店。黄面条干拌面，还有鱼丸鱼饺汤，小爷爷冰淇淋，新加坡2.5块的蜜雪冰城。看谁你喝的什么呀？喝的冰拿铁。来到苏丹湖教堂吗？逛哈之巷啦。穿越人群，穿越。City Walk 之来福士酒店打卡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始于1841年的赞美广场，在去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路上偶遇的。新加坡管理大学，看这是什么 ？YMCA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和福康林公园，出发。贴上我们的小标签，参观一下吧。小车车，黄包车。看完了新加坡的历史呢，我们继续向二楼出发吧。生活馆。来，我们绕了一圈，又绕了下来。那我们就游览完毕啦。City Walk 之福康林公园，来转转吧。一二一。鸡妈妈和她的一窝小鸡崽子。鸡妈妈在做家吗？在刨坑。多巴胺的旧警察署，特拉码头，哇，没有人的小陀螺，自己在空荡，睡了一觉，怎么又饿啦？要出来干饭啦！芒果柚子冰，居然是船造型的米线。15种底料，在新加坡最喜欢喝的鲜榨橙汁，只要2刀。啊，被发现了！樟宜机场的 Jewel 和 Cathy 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啦，就来机场转转啦！樟宜机场打卡还没有上班的大瀑布。早上好，酷霸王，栗子宝宝们在干什么？机会骰子，会赚的金币。水管工之旅，老板，怎么突然羞涩了起来？我们去吃早饭。好的，大熊非常道地的吃法。道地。Chicken sandwich。嗯。Chicken sandwich。Good。香了呀，流心快。大熊干杯。干饭完毕，我们准备去会场了。大师兄怎么说开心？我们进来了，大师兄。大师兄跑好快，追不上。我们来注册，然后领东西。那我们拿了自己的名牌，还有饭票。名牌啊，在这儿。饭票，然后还有个吉祥物嘛，就是到了 coffee time， 李轩已经端好盘子了，有水果，
捕获一只正在干饭的大师兄。豆哥被夜发现，付那么多钱过来只吃东西。我靠，那吃东西也能赚回来是吧？大师兄 ，nice talk。想喝水。Hey Seth, are you ready? 真的。旭轩，马上到你了。圆满结束。圆满结